废话少说，来决斗吧。也许有时候发生争执。老师，你的空白机是不是前几天有去哪里撞到？没有，今天。也许我的器材会坏掉。成绩不好的时候，写张纸条，折个纸飞机。发射出去，把坏掉的心情全部带走，明天还会再继续更好的。人生难免会受伤，人生总会出现关心你的人。但是别想太多。你要不要买好一点的鞋子？你要不要考虑买我这双鞋子？户外无所不在，请买好一点的鞋子，耍帅。你又冲掉两个。你要加。剪刀石头布，怎么都没收拾。等到下周一，我们会再跳舞吧。废物之际，我们会邀请到谁？哇，好好吃。同学们很开心，拍摄了很多的素材，感谢你们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惩罚。希望大家可以珍惜彼此，怀念对方。哇！对，进行式，知道吗？干什么？这次的结束不代表永远的结束，我们会有新的社团戏剧社。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哦。